个现在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家典的 brownie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土爽人的坚持，就是每个角度都要放得非常好才能开始拍照，还要把那个冰照得非常大，就看起来很厉害。对啊，这个很好，但是这个有点杂。生日快乐，眼睛快好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谢谢，我真的很需要。祝林杰生日快乐，祝福你，祝福林杰有好的身体奔驰着，眼睛明亮，不要红红的，然后爸妈不在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们家的人可以就是回嘉义的话，可以回来回我们家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。虽然我们拆伙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合作。嗯，好哟，人老志气高，祝福林杰26岁。26岁了，很老。眼睛可以过了，嗯，可是他眼睛很需要哎，左眼、右眼。你也不专心的寿星。我在听啊。哦，然后，刚才上帝。那我现在要为大家示范正确拿麦的方式，千万不能这样子，因为你这样子嘴巴就会黑黑的，这样子，讲话，人家就是那个不好看。我常常看到下班，看到那个人家拿都会觉得说啊，放低一点，而且会爆那个什么爆音麦，对，会喷麦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。是这样就收得到喽，好的麦克风，这样就够了。现在有人拿着我的沙拉在照相，快照他！其实那是我的沙拉。情谊不会退步，因为现在没有在敬拜团了。就是祝福你每一天都还是可以用自己的心灵跟诚实敬拜神。就是偶尔你会蹦出一些梦想，那就记得要寄明信片给我，好吗？现在目前都是我寄明信片给你。上次去香港好像没有收到然后现在是有钱人了，就好好拿这些钱来好好照顾身体，然后不要乱花钱，然后还没去你家，嘉义的家，记得招待我们两个都没回去就是祝你赶快去放羊，不是放羊鸟吗？骑马你赶快去骑马好啊，去大草原骑，可是感觉就是要放什么啊，骑马收不到啊，祝你赶快去骑马。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林杰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，因为她抗压性很强，而且很十分的耐操。我以为你用的，我以为。然后交给她什么任务都可以达成，然后虽然说有时候就是会忘东忘西，但在重要时刻总是会记起来。嗯，然后就是我祝福，哎，你到底有在听啊？可是我之后要听。哦，所以你现在不听吗？不在听啊。是祝福林杰，他就是接下来拍的每一部片都可以不用被修片，就不用一直调整，不用一直修，然后他可以就是一步到位。那至少就是被修3次就好了，三次。祝福林杰他就是26岁的时候可以交到男朋友。他有想要吗？祝福他就是26岁会想要交男朋友，并且交到男朋友。没有排斥啊。他不排斥。约翰，食药是什么？啊？我没有食药哎。我的电话号码。林杰食药。我的要求不会到10点这么多，我个人是非常好要求的，但是还不错，不能是英姿，比我高就好了，真的很烦哎，有些事情就是放在心里就好了，会被卡掉，我就是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眼睛可以好起来，就不管是我左眼或者我右眼，就如同现在就是它会一直流眼油，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一直擦。然后我第二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所爱的家人还有朋友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找到自己的
未来的梦想，然后可以知道，就是你知道每个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价值在，然后就很希望每个人都找到那个价值，然后就是发光，然后最后一个愿望就，那是那个会喷出去吗？我先吃第一个蜡烛。我第二个蜡烛就是我要把那个旗子吹倒。哎呀，不要吹倒。感谢大家。